没有人告诉我我是谁，没有人告诉我要这样做，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一件简单的事，只有人说这是个梦想。如果没有梦想，便没有生存的意义。本能驱使我向前走，亦带领我到达很多未知的世界。我们为什么而跑？有人为荣誉而战，有人为自由而战，有人为梦想而战。我看不到背后的障碍，只看到前面的将来。我并不在乎跑得有多快，我只想尽自己的能力。究竟我们为什么而跑？但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有人每天还在为一点一滴的水而战，他们每天都在为生存而战。这一次，我们要为他们而战。3月10号，为缺水农民而战。